大家好，我是马，我要吓唬我家狗，看它有什么反应。别睡了，多多，你快看谁来了。啊，他从来没有见过马，这表情是肉眼可见的懵，就是那种我好想跑但我又不敢动。大家好，我又是一只八哥，狗不都这么打招呼的吗？他怎么不太喜欢啊？但小子很喜欢，一直让我跟他玩。今天不行了，因为我带多多出去玩。回家后这个只有你自由，赶紧放你窝里。妹妹那边你放心，我一个都不给的，都是你的，别让多多看见。那你多多，你猜我带你干什么去？我去，你咋知道呢？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。怎么还把多多的毛剃了？医生，这一动一动的，是不是有了呀？好，我们查了心脏啊。好了，我们再等结果，给多多舌头都吓歪了。宝子们，多多心脏没事，减减肥就行了。医生真的挺厉害的，尤其是剃毛，给我们剃了一个金腰带，给我的小可爱叔叔金腰带。天哪，这也太可怜了吧。多多，你看看你吃的那么胖，你多幸福啊。以后我们经常来看看他吧，然后多给他带点好吃的。多多呢？哎哎，你干嘛呢？多多腿总是摆出奇怪的数字，这是一，像这个变成了二，他甚至还能摆出三这个数字，这个更过分了，居然摆出了一个派。这么多数字，难道他是想让我这个号码给我打十柱吧，不是二十柱。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人问我泰迪掉不掉毛，来你看一下，我这么转，我这么转，来，我使点劲，我这。有一天晚上，梦一场。有什么不会给狗剪毛？先把耳朵放到后面，它不就过不来了吗？拔着它的嘴，然后就给它剪成一个圆儿，再来一下，剪成一个圆儿，接着，我操，完了！你好，有时间吗？能不能救救我们？他是自己在家吗？玩剪的，然后给剪成这样了就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，多多。天哪，这也太可爱了吧。行，我以后一定把剪子放起来，这孩子也太不懂事儿了。要能帮我看一下这个多多吗？他两边长了一小包跟瘤似的。多多你一定要坚持住的。哎呀，你都坚持住，等一下就好了。耳朵拍片是吧？行，我们赶紧去吧。他没事吧，医生？真的急死了都。我查了一宿都说是瘤，他这个腋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腋下的话，这个呢是属于脂肪啊肌肉啊，长得厚厚的。目前初步诊断这个地方没问题，就是肉肉长得有点厚。那就是胖的。对，有点胖。有一天晚上，梦一场。豆豆来这个世界上一定是负责搞笑的，你没看普通的滑倒是吧，慢镜头，他踩了什么东西然后飞出去了，他居然弹起来了，咣的一下他弹起来了。豆豆你想回家了？你是在甩头呢吗？你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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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豆豆你再甩一个，使劲甩，我看你是不是想回家。哎呀天哪，这个微波真不错，哎呦喜欢，真好。咱就说这个麦辣鸡翅我也挺喜啊，你腿啊，多多！你们知道把美食放在狗面前又不让它吃会发生什么吗？再叫叫多多！哎呀，你怎么还学上狼叫了啊？太可爱了！哎，不能骂人啊！你跟谁学的这么难听？哎，你骂我，骂你，你个黄胖子，你个头发大腿的！哎呀，咬我是吧？哎呀，哎，我们君子动口不动口啊！我这个人吃软就不吃硬。你跟我软硬兼施，对不对？你还给我来夹子音这一套，你夹子音都出来，我给你吃吧。我先替你浅尝一下。吃光了，豆豆，你干嘛去啊？燕子，燕子，你干嘛去啊？燕子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呀？燕子，你要幸福呀，燕子。豆豆，时隔14天，我们终于解封了。你听见这个背景音乐了吗？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我们出去玩了。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。嘿，把星星都吵醒，月光晒得很凉快，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。一个人没美女，美女怎么没有耳朵呢？哦，出来了一个，哦，又出来了一个。美女做什么职业的？从你穿着上看，我感觉你好像是空姐呢。其实我这个人，我很靠谱的，我十拿九稳，我就差你一吻。嘿嘿，哎呦，被亲了哟，美女，怎么是不是害羞了呀？怎么把头转过去了？让我看一下，侧面很好看哟，美女。
又下雨了，多多，你知道下雨天最适合做什么吗？玩变装游戏。我特别给你准备了一套衣服。哎，行了，你不用谢我，它就是那种蓝天白云的配色，然后所有人看见你都会忍不住张嘴的那种衣服哦。抓紧下楼做核酸，抗击疫情每一天。我刚才研究半天，我这是啥玩意儿？怎么还有个洞呢？看了一会儿，跟上半身穿腿的，看咱这腿。这是居家隔离的第三天，多多你啥造型啊？上次发的抗原还没做呢，一点都不疼，我给你保证，疼一下，哎，别动，别，多多，对不住了。结果就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承担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天哪，我的瓜子原来在这儿啊！我说，怎么找不着呢？哎呀妈，别生气了，蒙古多，我陪你跳段舞还不行吗？豆豆，这是我们隔离第七天，我们可以回家了，你以后可以随便拉屎了。给你急的你都快说话了，你跟大家讲两句呗。哎呀，讲得好，你先别急，这住的这么乱，我们应该收拾一下，对不对？来吧，我们击个掌达成一致。你也别给我添乱哈，豆豆。你就在这个角落等我，听见了吗？说实话，我有点舍不得这个地方。拜拜了，喜提七天居家隔离，我还是会更新我和多多的。多多呢？多多呢？我操！就在这个角落。大家整点下午茶呀，曲奇饼干、咖啡啥的。那不吃呢？多好吃啊！这铁拿咖啡贼烫，你吹一吹，这连个放咖啡的地儿都没有。哎。过来吧，过来吧，逗你玩的。你每天吃的太单调了，你记住你是东北的。今天我就让你尝尝什么叫东北乱炖：起锅烧油，牛肉高里头，羊蹄儿高里头，再整点粉条子，紧接着放豆角和排骨，最后撒盐。来，让一下，我撒你胡子上了都。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啊？这只小狗叫做 Alton， 从它看见多多的第一眼，它就非常喜欢多多，但是换来的都是。把他赶走以后，多多就开始玩平衡木。你们看多多的身体非常的紧张，甚至他的根本就不会下，很危险。奥特的主人并不知道多多不会玩平衡木，把他抱上去的时候，奥特紧张的不行，生怕他掉下来。第二次上去的时候，奥特一直在下面守着，多多站了很久不敢下，但是奥特的眼神一眼都没有离开他。下来的时候还在旁边夸多多，直到第三次奥特陪着他的时候，他完全不会怕了，尾巴一直翘着，这就是安全感吧。他应该是换了一种方式，虽然你现在不喜欢我，但我一直陪着你。果然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。卡瑟琳，又是一次失败的购物体验。本来想给你买个好看点的比基尼去海边穿，你非得给我穿出那种母猪的产后护理的感觉。多多，你不愧是我的狗，真的，真的是勒的，肉都勒出来。你别过来，哎，你别过来，哎。多少这草都黄成这样就别吃了呗，我回家给你种。哎呀妈，这我也太拿手了，咱俩认识之前我就是个园丁，马上见证奇迹。哦，好像不能放开水。嗯，吃吧。这个失误了，但是我并非一无是处。看到这个针了吗？不是扎你用的，我又不是垃圾，我要给你做个毛毡。你是感动到眼泪从鼻子里流出来了吗？你就保持这个姿势别动哈，我开始了。模特不敬业呀。好了，多多完成了，累死我了。别动，我放这。哎呀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，多多。还有个严肃版的你，闭嘴。来上海四年了，多多第一次去外滩，所以说我们要拿出我们最好的状。终于到了，多多，你看那边还有拍婚纱照的呀，真好看。多多，第一次来这么高大上的地方，你最想做？哎，我没带纸。还好这有一片，这怎么还漏了？哎，多多，你头上什么东西？我看看。下课不？趁着现在人少，我们赶紧去拍照。来，多多看镜头，来，哎，在这儿都能看见多多粉丝。宝子们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百万网红的知名度。不，哎，哎，不说了，上班了。你拿的还没吃饱呗？我是不是还得给你倒杯酒、整点菜、整点花生米啊，多多？不是我不给你吃，有些东西你真的吃不了，比如说这个巧克力，葡萄也是，这个西瓜你也不能吃，因为太甜了呀。还有这个榴莲太贵了，不是太臭了，对吧？
你闻闻呢，狗垃圾箱里讲了，你能吃吗？话说回来，不疼你我疼谁呢？我知道你最爱吃西瓜了，我特别给你准备了一整个西瓜呀，朵朵。我是给你切开，你还是自己拿勺挖着吃啊？下课不？想给你买块糖，可以再印出你的手臂，然后顺便问问你现在几点钟。想感受你的呼吸，都没有别的。